黑妹啊，刚才叫我黑妹，我考完了，我给你看。哎呦我的妈！丢了！哇，前面有个骑车的，骑独轮车的小姐吗 ？Hello，Hello， 小姐姐 ，Hello，Hello， 小姐姐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个车还真……哦哇塞，你这个车还能打水的，这个车真好。你打水干嘛呢？打水用嘛。哦。你在前面。哦，你在前面，那我过去看一下你们干嘛呢？哇塞，这个真行啊！这样一个车子就能打两桶水，这样也方便，比自己走路那个舒服多了。哦，这里，哦，你打水在这里的。对。哇，你们在弄啥呢？烤牛肉串啊。真好，我能不能蹭一点啊？没关系，一起来吃。哦，这个小姐姐，这个肉串是你们在弄的？对，一起吃点的话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小姐姐，小姐姐真好，看见人美心善的一个小姐姐啊。你这个独轮车，小姐姐，你这个独轮车是你自己带来的吗？这个是。路上遇到的驴友，然后跟他们学习的。哦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不是一起的，然后就是路上认识了，然后跟他们一起，现在是一起。哦，那你是一个人出来的？对，一个人。你一个人出来的话，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出来呢？黑妹呀、啊，你怎么嘞？叫我黑妹，我哪里黑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我看见你有点黑，我就叫你一声黑妹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。哎，小妹啊，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出来318呢？之前在广东打工，然后被家里的人骗回去相亲，然后那个男的不太满意，长得傻乎乎的，然后我就偷偷……我的妈呀，傻乎乎的，你爸妈还给你介绍了个傻乎乎的，那你爸妈图啥呢？反正彩礼给的高一点吧。那你的想法呢？我的想法是。要志同道合吧，有感情，没有基础的不要。然后我就偷偷拿着家里面的钥匙跑了。啊，你拿着家里面的钥匙跑了？对啊，我拿着家里面的车钥匙跑了。哦，你偷偷跑出来了，那你爸妈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那你现在就是出来就是存完这样子？对啊，因为打工的地方我爸妈都知道，然后。也不敢回去上班了，怕把我抓回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怕是的。你要继续回你自己打工那里，你爸妈肯定会把你再继续来厂里找你回去的。是，之前打算换一个地方，但是在抖音上看到318找爱情嘛，然后就出来了。哦，你为了不嫁给那个傻子，所以说你出来自己找一个爱情是吧？对，搞不好找到真正的爱情。哦，那也是的，这个318也不一定，万一要找到了呢，对不对？那你出来的话，生活开支呢？就是在那个，就是之前有个驴友买个二手的那个咖啡机给我。哦，你还买了个二手咖啡机啊？你的车在哪里？我可以去看一下吗？啊，那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你的那个车啊。对。哎，你这个车还挺漂亮的，挺适合你的嘛，小巧玲珑型的，跟你差不多。那哦，这个车，哦，你后面这个就是咖啡机啊。对，咖啡机。哦，那你还会做咖啡的？会做。哦。在都是在那个卖咖啡机那个教的。哦，那还是挺好的。对。维持一下生活吗？哦，那还是还可以哦，你可以维持一下自己日常的开销，能维持得到吗？勉勉强强吧，然后就蹭一下。之前出来上一个营地嘛，遇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跟他们一起蹭一下嘛。哦。然后我每天给他们煮饭就好了。哦，你还会做饭？会做一点。哇塞，真可以！那我们以后可不可以一起结伴走呀？可以啊。我就是有每天做饭给你们吃。好好好，那我买菜你做饭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这个非常好。那小妹啊，那你这个车子这么小，你住在哪里呢？我有帐篷。哦，你是睡帐篷的，看一下。哇塞，小妹啊，你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小妹妹，你车里咋这么乱呢？我的个乖呀，这么乱的。对，
东西有点多。哦，是也是了，你因为你卖咖啡啊这些东西里面东西就多啊、哦。那你出门在外的话要注意安全啊。有啊，有跟人家结伴一起走。哦，你跟人家结伴，哦，就是跟那边烤肉的一起走的是吧？然后我给他们做饭吃。然后他们买菜嘛，我做饭。哦，那是还行，你就是菜钱不用了，对对对，就吃饭的就解决了。对对对，那是可以的。然后偶尔卖点咖啡，维持一下生活。哦，卖咖啡嘛，加点油。你这个是油车还是电车？电车。哦，电车那就更好了，电车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是。哦，那还行。那好，姐，我们去吃烤肉吧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去那。好，好好好。